社方霍宗台北报道，法国社保品牌 BERLUTI 发表2018秋冬系列一组新配件系列 OFFTHEROAD 大受瞩目。这个从骑士风格鞋取灵感，将骑士外套的格纹缝线和保护性能转化为完整的配件系列，每个配件均以单块 PATINA 古法染色的 VITELLOFIORE 皮革手工缝制而成，触感极致柔软。EERLUTI 与 VELDT 联手打造的特别版头盔更是其中焦点，预计今年9月上市。Balote 今年秋冬系列旨在运用最纯净简约的设计，衬托男士展容、个性及自信的特质，服装拥有丰富隐藏细节，在匠心独运的记忆中绽放崭新的低调奢华。例如无风设计大衣，灵感取材自 EERLUTI 标志性的 ALESSANDRO 鞋履，完美呈现纯粹极致的印象。手制的尼龙外套材，用一块布料玩票，甚至天然皮革外套引入无风设计，成就喜悦造型，色彩与细节呈现于衬里内，带来惊鸿一瞥的奇异巧思。配件上新华鞋履 Alevandro Linkart 的制作技巧与量身定制靴子的方法相近，采用全新无缝制靴技法，略高的鞋跟围盖及轮廓增添时尚态度，皮革及银质雪茄盒也是不可或缺的生活配件。全新的配件系列 Off-Road 结合雅致质感与格纹双形缝线细节，塑造出时尚的结合图案，带来安全与舒适的感受。焦点之一的超轻头盔来自 BERLUTI 与 VELDT 携手打造，头盔外壳以轻盈强韧的碳纤维制成，并点缀 SCRITPO 图案，头盔边缘缀上 BERLUTI 的精PATINA 古法染色的 VENEVIA 皮革，护目镜也用 VENEVIA 皮革以手工制成，头盔能依需求转换成半罩式或全罩式，并被护目镜等配件以供使用。 Balote 2018秋冬系列服装以纯净简约的设计衬托从容、个性及自信的特质，图为模特儿展示服装。记者方慧宗社。 BERLUTI 与 VELDT 联手打造的特别版头盔，要价143000元，台湾未进货。记者方慧宗社。 BERLUTI ALESSANDRO 后背包设计灵感来自品牌标志性的 ALESSANDRO 鞋款。记者方慧宗社。 BERLUTI 推出最新秋冬配件系列 OFFTHEROAD， 图为皮革深褐色斜背包，左鱼皮革黑色手拿包。记者方慧宗社。 BERLUTI 银质鳄鱼皮烟盒。记者方慧宗社。 BERLUTI 零 cut 鞋款，每个月只生产15双，每双要价108000元。记者方慧宗社。 BERLUTI 零 cut 鞋款制作技巧与量身定制靴子的方法相近，可见其完全移除鞋跟上的缝线。记者方慧宗社。